白山水带来的不仅是水，而是长白山岁月沉淀的纯净，更带着大自然的天赐祝福。长白山，白山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田园卫视频道。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现场直播第23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赛。今天是第11轮的重赛，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中国的米玉婷九段和韩国的申真虚九段。来为大家做讲解呢是丁烈六段。丁老师你好。陈老师好，棋迷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个重赛确实是比较意外的一件事情。对，本来我们以为就是不管昨天谁赢，今天应该是由日本棋手上台挑战的。但是由于昨天出现了意外这个我不知道棋友们有没有关注这件事，反正我是一直在看棋，就看到一半，哎，这棋怎么不往下进行了，就觉得很奇怪哈。对对。当时呢就是系统是判米玉婷九段超时了但后面我们看这个视频呢也很难说到底有没有超时。对，因为他是点鼠标了他是下了是但是确实没有点上。对。也说不清。对，可能技术上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吧，应该说。后来呢中方就申诉了。申诉了之后直到晚上呢才决定第二天重赛，也就是今天重赛。那么他们俩今天将重新下过这盘棋，也就是第11轮。从头开始。对是的。那昨天当时那个局面也是比较焦灼的。对，没错。本来应该是米玉婷九段是要领先一些，但当时正好是可能走了一步比较随手的棋，那里边出棋了。然后他把剩余的时间用完了。读秒。因为职业棋友确实也都习惯读到最后一秒落子，因为合理利用时间分配嘛。那这个好像两年前农心杯的时候也出现过一回。就是那次是范廷钰对朴廷桓，对，那次是朴廷桓是韩方的棋手，朴廷桓没点上。然后后来是第二天早上重赛了。重赛也是重赛的。对。这个是申真虚。这应该是今天重赛的一个画面吧。这个是实时的画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现在的样子。我怎么觉得他有点紧张啊。因为重赛其实对双方来说其实心理上确实也是一种博弈啊。是的是的。不知道两位棋手昨天心理状况是一个什么情况。我觉得这个重赛呢就是说昨天晚上这个睡眠很重要。有没有睡好，今天能不能保持那种很好的一种竞技状态，这个非常关键。但这个我觉得比上次重赛好像要好一点。上次重赛是上午。我记得那天是上午重赛完赢的下午还要下。考验体力，这绝对是。这次呢是往后延了一天。行，那我们就一边看棋一边再慢慢的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农心杯的各种的事情。这个今天重赛之后好像黑白也换了。对，这今天是重新拆先，米玉婷执黑先行。对。是走哪儿。然后我们这个赛程呢，由于他今天重赛一天也是往后延了一天也就是说。棋迷朋友们可以多看一天的棋。没错，是这样。白棋挂飞挂角这个都很普通吧，看起来还。黑的飞。然后白棋是尖冲了。是这样。就前两盘棋来看，米玉婷九段状态应该说是非常好。没错，他第一天基本上是完胜了景山裕泰对。景山裕泰呢，在此之前是四连胜。但是在就是这个阶段开始之前，他刚刚输掉了这个大棋胜棋盘棋。我觉得这个刚刚下完两日制的围棋，再来下这个农心杯的话，会不会有点不适应？日本棋手可能是。对。因为这个两日制围棋呢他们是每方8个小时然后是10次1分钟的读秒。节奏完全不一样。对。我看他是跟伊利聊吧。伊利聊的用时呢就最后都显示是7小时59分。等于说都是用到最后一次读秒的那种状态。都得读秒，对。那下两天这棋下出来完全感觉不一样。所以他下农心杯第一天我觉得完全不在状态好像。尖冲。这个时候黑棋米玉婷是脱先了。对。
他直接就选择了这个，嗯，挂角，对。对，因为现在面对思路的间冲 ，AI 给出的很多的应法都是以脱先为主，好像觉得跟着应有被便宜的这种感觉。嗯嗯，或者就是加机，但是现在因为没配合嘛，加过来感觉稍微有点奇怪，所以他就直接脱先，这个比较积极，速度比较快。那么作为黑棋这一方来说，假如说我应一个，那么白棋是觉得这个间冲着一下就一种。感觉、嗯、便宜的感觉然后再打算再拆一个，比如说对，将来有可能这种地方再碰一个、嗯、就有被得利的这种感觉，就是对，嗯，是的，其实具体便宜多少怎么样哪个图这个都是比较玄的东西玄学，但就接触棋下多了，他确实也是比较认同 AI 的这种感觉吧、嗯、就感觉好像不太肯、嗯、对，嗯，因为本身如果你看着单关跳，也有靠到 AI 先推荐，对，好像一般都是上班下班，对，都会反击一下，这个力显得就有点乖，嗯、感觉上对，它靠往下力是不是、嗯、稍微有点软的感觉，是的、嗯，所以就一样的，不太肯硬，嗯，直接挂角嘛，反正是走大场，嗯。这个应该说是堂堂正正的一手大场，这个本身是挂小木角也很大、嗯、啊，小飞挂对也无可厚非，嗯，应该说白棋实战走了个一间低加，嗯，一间低加的定式现在好像也挺常见的啊、哦，嗯，尤其是我们也老下世界比赛，我经常看看柯洁他们也经常下，嗯，我最先看到的就比较多的一个下法是这样。嗯，飞压然后冲断，基本上都是飞压吧，基本上都是这样、嗯、是吧，实战也是这样下啊、比如说是打吃然后虎一个，嗯，黑棋有白棋单尖，对，比如说是这样吧，然后他跳这个，对，跳，对，这个是之前一直出现下的比较多的，嗯，因为以前我们古老的定式是这样的，对对对，这个我们小时候学习定式长这样、是，然后 AI 出现之后，嗯，就变成这个双方很明显都是提高了一些行棋的子效。嗯嗯，我觉得这步棋确实是搁在这儿好像要好一点。嗯，确实是要比这个拐、就以前确实也没有意识到这种问题，这以后逼确实感觉上就不舒服。对对对，是的，很难受。没错，他其实。我逼远一个其实也挺难受、我觉得。对，就、接下来我大飞一下你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效率确实是有点奇怪。对。同样黑棋也是，我 AI 推荐这棋跳在这儿。嗯。他不是搬这个的。对，搬现在有点局促。嗯。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他跳这个呢，我看白棋是靠上去。靠上去也有下在这儿之类的。对对对。他就给不是这么像以前是吗，因为他靠可能更积极，也是先手便宜嘛、啊。靠、好像基本上黑的就搬完粘上。就这样。白的就可以。也就是这个。对。就相当于他逼到了。嗯。他逼了你硬了一个相当于、对。这个之前棋谱见的比较多。嗯。那今天这个棋我不知道申真旭是有准备还是应该是之前自己研究过吧，应该拿 AI 应该是摆过、他没有下这个键，对，他们特别用功，就是感觉什么棋都可以、对，基本上就下的八九不离十那种，胜率都不会掉的，对对对，前面布局，嗯，他这个棋他是跳在这儿的，嗯，这个棋看上去比尖一个好像更加的追求子效，对对对、嗯，不知道他对于这个子的配合是不是有什么研究？对，他应该是关联到这个子，哦，因为如果没有这个配合的话，这毕竟是走在五路上，它的优点可能是追求效率，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比较空虚，别人逼过来，你有可能还得守回去，就可能不得了，嗯。因为二间高家倒是之前看好像是决议吧，啊，下过这个飞，啊，决议是往这儿下的，这招我只能说我真的学不会。这个是见过的，这当时见过，然后还一起那个几个棋手还研究过一下。我不太懂为什么要下在这里呢？就是好啊，效率高啊，好是吧？对，他是当时好像这边应该也有一些配合的原因，肯定是他这步跳跟那个有点像啊，是这个意思。对，他可能是看过这个。之前我见过决议飞在这儿的，飞在这儿的话，那就是，你就是说你走在远一点，我肯定是不应你了。嗯，那你比如说他走在这种地方呢，他是打算回手的，还是要打算干什么？那个周围是什么配合？我有点搞不清，肯定是
我觉得应该是还是有跟配合有关系，有关，应该是有关，因为他这个应该是先手，你还得走，然后该走，对，然后这个吧，对，然后该他下嘛，嗯，他可能对这个弱点他是有进一步的防护的，嗯嗯，是这个意思，是因为他扩张起来比这个就更凶嘛，啊，是的，是的。这棋飞压的时候，黑棋飞压的时候，白棋一般都是冲断的，是吗？他没有这个爬这一说的。如果是一间低加的话，这样。那这个加的位置离得太近了，因为你爬的话，哦、黑棋这个棋形还是应该算比较厚的，因为它可以一直压嘛。嗯。它如果是压两下，如果是后士的话、嗯，这个子逼的离后士太近了。待会再加过。那位置不好，那这个子我们正常放这儿肯定要好一些。没错。那就是说一间加，黑棋飞压的时候只能冲断，应该是只能冲断，应该是只能冲断。嗯。就给大家确认这一点、嗯、白棋实战跳了这个，跳这个，黑棋实战是先贴，对，这是一种感觉吧？嗯嗯，贴一下，先考验他一下，麻一下白棋啊、嗯。这个如果说。虎应该是不敢，这个虎在这儿，虎感觉有点太，好像有点过，感觉太平了，虎一个太平，太平了一点，对，虎一个可能将来直接跳下去，哦，直接就跳了，嗯，这个主要这个虎被打一下，本身这个棋的效率就有问题，对对对，没错，嗯。我看虎好像也虎肯定不行，其实应该是接上，其实可能就接上跟拐吃来做一个选择嘛。嗯，但是他既然选择跳，好像接才是更加符合这个连贯的思路的。嗯嗯嗯，接显然这里很硬，但是底下待会儿被他飞了之后可能会差一点，因为他可以预见到黑棋下一手肯定是要走上边 的，所以白棋是基本上能抢到这个挡。哦，所以他是这个觉得跟这个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配合，嗯，是这个意思，嗯、哦、毫无疑问黑棋这一手棋肯定是搁在这儿的，就这一带，对对对、具体在哪一个可能你可以选、可选、尽量的远啊、因为他又贴到了一下，他贴了一下他就远了，就可以更远一点、对，就是把效率给撑起来，嗯，这样的话白棋抢到这个挡，这个应该是双方都是做好这个计划的，嗯嗯，白棋就是这么想的，黑棋贴，黑棋贴，对，这个比起这个小跳来，那显然是大了一路，大了一路，那当然，如果能吃掉，那当然是大一路更好了，毫无疑问哈。对，但是大一路会不会担心白棋这一带有什么手段啊之类的？那我倒是觉得相比于这一代的手段、可能更重要得去看看这一代的手段、如果双方都没手段的话、好像白的明显更大一点，哦，是这个意思，对，所以黑棋那个、我觉得倒不是特别重要，可能、这一代即使他动那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对，不是大问题、大不了你把这儿破了，我走到外面去也没什么，也行，因为如果只是局部活的话，感觉意思肯定是不大的，嗯，因为他这个贴到一下确实就厚很多了，这个走大点肯定可以啊，嗯，这样他挂过去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棋形，双方这布局、自己的棋形的效率构造看上去都是很高的两个人都很自信，就看一会儿怎么去对付人家的棋形、对对，这是黑棋的一个课题啊，我觉得是白的倒是还好、不太黑的一定要在这地方想办法。嗯，这不能算是他的了吧？这空都围到五路了，围到五路就绝对不能接受。对，白多贪你一路，因为对吧？你这四路成空，我五路成空，那我肯定比你好啊。黑棋小飞，这个飞还是很大、确实。这个飞呢？本身从实地的价值上来说就是绝对的一个大场，对，没错、但是它更重要的还是瞄着这里边的厚薄、有了这手棋手段可能就变得丰富了，嗯，本来可能这棋我觉得打入还是不太好打，可能只能这种地方吊、这种吊应该是没有危险的，是能成立的，但这种吊呢对白棋的这个压力好像也不是很足，嗯，破是能破，但是显得比较单调一些，嗯，那他那个飞他是有瞄着里边的变化，嗯，所以跟厚薄有关，
如果说他不飞被白棋跳的话，那还是很有可能差别挺大的，很有可能跳是先手呀、啊，你还得挡，对啊，要不要被爬一下也是。那这个主要是后薄、白棋跳到这个之后，这里边就无论怎么变化，你可能对白棋的后薄产生不了影响，就白棋怎么攻黑棋。是的，所以黑棋这步飞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战略点，我觉得、这步飞确实是。也不能说四小时大吧，因为本身也挺大，但是可能比想象中更大的一个棘锁，很大，确实，对，可能比想象中还要大这手棋。白棋是先动手了，白棋先来打入，先下手为强。因为就是这个棋，可能你让白棋自己围，他也不好意思，对啊，怎么围？再夹一个嘛，好像也不太有点奇怪，那种下法有点奇怪，所以白棋也没有什么头绪，就是肯定知道，白棋可能意识到了米玉婷对这块棋的想法，要来战斗要破，但是他也不能说就太保守，没错。所以先去把黑棋破了，也是一个大场。那白棋先在这儿动手啊，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很那种很进取的棋风、就是那种对啊。今天这盘棋好像进程比昨天要快很多，是吧？昨天因为后来出这个重赛的事儿，肯定双方都读秒嘛，但是一上来是小生下特别慢，那昨天那棋也很激烈下的。那米玉婷他下棋一直都挺快的，都挺快，但最后也读秒了嘛。对，读秒了。我觉得主要还是看就是中盘读秒的功夫。对，但前半盘是米玉婷快，小生是的下的要慢一些。但今天从用时上来说，好像深深酗酒端也刻意的加快了速度，为中后盘留取了更多的时间。昨天开局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出乎这个小生的意料。米玉婷那个下法，对，昨天棋很凶险，对，是的，很猛。那我们看白棋现在打入，打入了这个之后呢，米玉婷他觉得你在这儿打入，那你那边怎么就不管了呢？所以我要在那边动手，对，这个大战一触即发了。对，就各破各的。对对对，这不是先手，所以我要在你这里面动手，这是他的逻辑。对，这飞他也是飞的时候，应该就是我们刚才说他瞄着一些东西，就是瞄着这个尖。没错，这个就跟普通的打入就有很大的区别了。这个非常的凶啊，下的明显是给白棋巨大的压力。是。小生好像下来挺简明的。对啊，他跳着。这按理说以小生的力量，我觉得应该不去任何人。但米玉婷昨天好像一上来对着小生一顿穷追猛打。是，小生是不是有点心里有点怵的感觉？稍微打打太极，我觉得也是可以。不要正面作战，如果这样一来的话，我倒是今天很看好小米的。对。这心理上会有优势，感觉。对，黑的下的还是很积极，这尖完一拖是一个连贯的一个手筋嘛。拖一个好像白棋脚基本上就他已经不会了，就被吃，因为他跑是可以跑，但是不会去跑了。那你肯定不能这样吧，不能这么下，这不是棋啊，这个不如死了，死了算了。你这肯定是亏到不知道去哪儿了，对。对，这个然后这气紧，这什么手段都没有。主要对，然后主要这样白的还落一后手，黑棋可以回头再来那边的定型。这个图绝对不行。肯定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咱们棋友要知道，有些东西它，你虽然可以这样下，但是你不能这么选，你还不如弃啊！这个图你是不能考虑的，就是说。但所以好像实战也比较一本道啊。白棋是搬黑的断，这是一个大头鬼的棋形。对。对，这步是一个大头鬼，恰吃。踢掉，然后扑。白的小尖，冲了一下。对，下到这儿好像是挺必然的，就黑棋尖，就算把白棋这空破了，自己还吃了点。白的实战，
直接脱先了。我以为他会拐回来，然后体调这样交换就算告一段落，对，是这个意思。从巫术上来说呢，局部拐回来肯定只此一手。对对对。但是拐呢，他不肯下的原因是他拐了一下自己变薄了。他觉得外面差很多。外面的话，这放别人一个刺变成绝仙。是的。那个他大概只有粘上或者是。那可能就得暴动了，什么又。这个只要封不住白的这两块很麻烦的。我觉得小米找到了他的使劲儿的地方，至少是。这个劲儿好像挺带劲儿的。这个我觉得这打路看上去挺难对付的。所以由于有这个刺的先手，白棋就不肯下成这样了，是吧？对，因为他不下的话，他保留着团的绝仙呀。对，因为你不能刺我了。对，你刺我是后手。是的。所以他这个就暂时保留一下，以后想争取外面定完形了，好，这后包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呢，我们再来选择渡过是更好的时机。现在就先留一下，因为不走黑棋把这吃了，大概是个一收十几目吧，十三四目的样子。对，挺大的。大也是挺大的。但是我这打下去之后，这个点不是还是有可能是先手吗？啊，对啊，那你不是等于说你我要花一手棋，对，你花手棋嘛，是的。他担心渡过完之后直接就被动手。那倒是。所以他选择在这儿先下一手，他觉得这手棋的价值显然比这个，再加上我拐回来又产生了这个点，对，产生一个点。然后黑的怎么行棋呢？在这里，你米鱼琴很针锋相对啊，这棋下的。对，就你不走，我就一步一步来，对吧？刚才我看到我飞，你敢不理我，我就动手。他的风格。你那个你收十几目，你不要了，我就动手，我就吃。是。这毫无疑问是他的风格。就像这个点就特别明显，我这点肯定能点着。点肯定是绝仙。对，省得你我点的时候你还压冲过来，有可能你团在这儿。对。所以挤一个也是好次序，是，挤一个对眼位来说会好，本来点到之后挤一个也是灭眼的一种，没错，好好好，肯定是便宜了，没错。米玉婷呢，他目前在咱们中国是排名等级分第五、前面四位呢分别是柯洁，然后是杨鼎新、丁浩、谷子豪，对，然后他就是排名第五。但是我觉得他最近状态很好，而且他的风格是非常鲜明的那种。毫无疑问，他的风格，我觉得大家他不知道有没有多注意。就是力量大嘛，对对对，很紧。小米的棋下得很紧，非常紧凑。对，虽然排名第五，但是他是去年中国唯一一个拿世界冠军的吧？对，去年拿了一个孟百合。孟百合嘛，去年。他是拿到了第二个世界冠军，对，他就是拿了两个孟百合，看来他跟孟百合是很有缘分的。对，哎，这个小生是拿了 LG 啊，然后拿了后面赢了唐伟昕，那个我们可以看现场的画面，小生这个，我觉得他好像我感觉有点紧张，我不知道大家有蹲在了椅子上的感觉。对对对对不，韩国棋手是这样，有时候喜欢，他有这个习惯，对，喜欢这样，可能他觉得这样的姿势更方便于他思考，对，个人的习惯嘛。现场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局面应该还是比较的紧张激烈的，对，很焦灼啊。那么小生到目前为止是拿过三个世界冠军，目前在韩国等级分排名第一，大家都知道但是。朴廷桓也很厉害，也很猛，也不能说就完全被小生压制住了。因为上次是三星嘛，对，朴廷桓不是把小生赢了吗？对对，2-1赢了。我们当时都看好小生，觉得朴廷桓被这个两个人七番大战被砍了个0-7，这棋还能下得赢吗？结果对对对，人家就赢了。物极必反，是。好，我们看实战，白棋跳出。黑棋吃完肉该、他挤了然后粘上，黑棋把这个挡住了，现在给轮到白棋下。那么白棋呢还是比较注重于大局这一带呢，你让他补这也不是个事儿，这么紧的距离难道还要补一个吗？这就跟刚才我们飞还是同样的课题、我们知道你要来动手，这棋形可能是有一些隐患在，但是
补的话一下子效率就下去了。对，你说你要让我补一个，你补哪儿去？补可能只能没法弄，这可能是往前跳一跳之类的。但是你往前跳本身这步棋没什么用处，对对手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人家这儿吃的跟什么似的。也就是说这种棋它的子效功能性太单一，嗯，只是其实就是为了纯粹的补棋在行棋，但是这样的话效率不高。对，然后待会人家再搬粘你一下，你还讨厌，所以也也就不能走吧。我觉得就是说，那来就占了。是，反正你要来，那我就迎头而上吧。先把眼见的大场给抢了。那这种地方眼见的就是大。嗯。超级好点，嗯，黑的也没着急啊。对，嗯，不着急，慢慢来。兔子连扳，先是把该走的大场走一走。这个连扳好像比较积极啊，不肯让黑棋特别轻松的做活。对，他如果说，嗯，比如说粘上吧，嗯，那我就虎一个，那个活的比较啊，这个黑棋轻松，活的很是愉快，嗯，对，哦，嗯，所以白棋连扳二路，想压缩一下黑棋做眼的一个空间，嗯嗯，还是想揪住黑棋。对，没错，不能让你轻易的做活啊，在这一带。对。但这个我看鱼亭下的也是非常灵活，下的很有意思。他先尖顶一下，显然不想在这一带就粘啊虎啊什么，他觉得这一带的价值不是很大，保留变化。他这个其实是一种比较高级的一种思路吧，嗯，适应手，他局部保留了很多的味道。嗯，他不见得是粘了虎，他有这地方的借用比较多。没错，嗯，比如说假如说你立下去的话，我看着他这个形状是不是打了卷两下，这里要挖断了，看着次序就看次序怎么下操作好。嗯，不知道这个图行不行，这样操作一下的，直接就来，直接就来是不是有点，合适吗？这好像不一定好了。就我不要了。对。嗯，白的可能就气了。那我就再想点办法。嗯，也不知道，白的利可能黑的本身顶一下就觉得便宜了。那也有可能。然后就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虎这种。嗯。虎一个感觉还行。虎一个之类。单虎是吧？嗯，单虎这个的话，白棋应该要接上吧？这长一个不是再奔再接上？啊，对，好像不太像棋。接上我就走嘛，就出头吧。哦，嗯，那这样这个挖断始终都存在。对，或者我跳，差不多吧，空气，嗯，反正出个头。嗯，这样感觉黑的很有弹性，黑的局部将来虎一个眼位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充足的。嗯，顶到一下白的也很薄。嗯嗯，这样我作战我觉得黑的也不怕，顶到肯定便宜了，对这地方来说。嗯，白棋这盘棋其实双方下的其实也挺紧的，对，我觉得挺针锋相对的，绝不能让你就是轻易的达成你想要下的那个样子。嗯，对，双方好像有点契合的感觉，一直在斗气。毫无疑问，不知道也是因为从赛的关系，双方可能都憋着一股劲儿。嗯，对，因为昨天毕竟产生了一些争议嘛。对。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在棋盘上说话。是的。所以这盘棋可能确实是很有看点。他先打了一下。啊，先打一下这个。接上。应该也绝线。然后来挖这个黑棋。确实这种棋我一看就是就米鱼琴九段擅长的，我也觉得是。就这盘棋如果是把双方对局者的名字遮住，对吧？我们知道是米鱼琴对申真旭，让你猜谁黑谁白，我觉得黑棋一定是米鱼琴。就看这棋都能看得出来是吧，紧招招就是非常的紧凑。他的招法除了特别紧凑以外呢，我觉得小米还有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就是能看得见的目他先收到。嗯，对，特别实惠下。对对对。嗯，虚的地方这事儿再说。对。但就是跟他下棋能感受到他给你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嗯，没错，是的。
这个是我黑棋袜粘完之后打吃，是自己早有准备的一个连贯的思路。是的，打吃这个，嗯，我是觉得这个图啊，粗粗一看是觉得好像黑白棋不太行的。嗯，对，白棋粗粗一看是时候。对，白棋倒是可以活，就是。嗯，就是说把这个断了嘛，只是就这么乍眼一看，好像觉得，哎，这波黑棋很合适，好像。嗯，但是白棋就活了，其实黑棋拿白棋也没什么太大的办法，他就要也其实也就是这种转换了可能。嗯，其实从实地上来说，我觉得白棋是能接受的，我觉得白的还可以啊，实地。对，这地方大概就像这样嘛。接上，然后他尝一个，是吧？爬再爬一下，爬一下，他还有爬一下，爬一下，这是赚的吗？难说吧，应该也也不亏。好吧，也没什么亏的。啊，这样，白棋也活了。嗯嗯，黑棋呢也补一手。嗯，吃一个。不，这个其实从搬开始，后面这一串，我觉得好像也挺必然的，双方应该都做好这个准备，大概就是下成这个样子。然后白棋这棋又退一个，这个很大吗？这个如果不走的话，他是怕被人家走这儿吗？是不是更狠一点死了？哦，死掉了。哦，那就那就不谈了。这个局部不活，不活的还谈什么呀？对对，所以不是大不大的问题，是要死。但是黑的不能直接来嘛，因为自己这气紧的问题，所以黑的补完之后呢，白的补一个也是双方的分寸。嗯，对，一人补一手，高一段落。我是觉得下成这样的话，从实地上来说，白棋收获挺大的。嗯，白棋把控，从实地来看还控全捞了，把这个黑棋控也全破了。主要这个几手棋黑的还很损的。对，这地方白棋效率也变高了。黑棋的好处其实我觉得就一点，先手。黑棋获得了一个宝贵的先手。那如果这样看的话，再往回推的话，黑棋当初是不是怎么下的在啊，但黑那么挤。不，黑棋能活就可以啊。啊，因为当时的画面是白棋这局部是四打一啊。对，四打一，黑棋是这个样子的。对，黑棋要去处理嘛，对吧？所以黑棋能先手把这块棋活了处理好，也是可以接受啊。那不难呀，这件事情就觉得单毁了，或者是打了，先就这样，先手活不难吗？打了胡打，就这样。先手啊。这样先手啊，这没活吧？这走，切出来。那你这个作战很难说一定会获得先手。嗯。而且没活干净啊。是的，他实战还是很厚的。嗯，对，所以其实实战我是觉得黑棋付出了一定的实地的代价，获得了一个非常厚实的一个安定，然后先手。嗯嗯，双方应该说也是各有所得的。嗯嗯，实战是先坚定，他还是很有追求，主要是啊，米玉婷肯定是一直都很有追求。主要看我盯你，你不乖乖的立，你还要搬我，那我的他这个挖，我打吃，嗯，很紧凑，非常的紧凑，嗯，感觉上也差不多，这挺合理的，嗯，打吃，尝一个，下成这样了。局部，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黑棋获得的先手，他就得搞点事情，不然的话，实控好像不是太好。这一代毕竟被他全破了。对，实控的话，你看白棋这一块儿，白棋的实控非常的扎实，没错，挺多的。嗯，所以黑棋还是要寻找到白棋的弱点。那白棋的弱点在哪儿呢？我们之前也一直说了这个地方，对吧？要动手了，要动手，要动手。这个棋我觉得倒不光是破控的一个问题，搞不好还要反两边都没活，反攻倒算。是的，白棋这个棋形压力也很大的，如果封不住黑棋，它主要是看着你两边这个棋都不厚啊，目前为止都没有看到眼。对啊，所以这不单单是想破你控，还想攻你呢。对。
很紧凑啊、嗯！我感觉这个棋是迷情九段的调子啊。但不说这棋谁好，棋可能还是比较焦灼。但感觉迷情下出了自己想要的那种局面、啊。嗯，是的，白棋飞一个。嗯，黑棋靠。嗯。白棋搬，好像、啊、这个好像看上去也是挺必然的，好、啊、像、嗯、白的也只能这么下，搬了长，逼着黑棋往这边走，逼黑棋往下面跑。嗯。然后黑棋打出来长。对，这个棋黑棋也不肯就粘上。对。他不肯。是的。粘上确实第一感会有点不舒服，有点慢、嗯、这种棋白的就走嘛、嗯、没错，因为你粘上从外面的头来说还是白棋好像更主动一些，白棋是随时都可以度过，嗯，后薄还是有一定保障，所以黑棋没粘下的比较积极，他倒也不是很怕白棋来断，对，这个断了，如果说外面让黑棋走到外面的话，这个即使白棋能把这两个子吃掉、嗯、我觉得他也不一定赚吧，这个吃主要是吃的可能不舒 不舒服、嗯、对，收起吃呀，比如说这个贴了之后，大家看看这个样子、嗯、这个断在这儿，首先这棋一旦被封住的情况下，那可能谁吃谁那也算不清，我就跳下去可能还有双活之类的可能性、嗯、就算吃一个收起吃，黑的包一圈、嗯、白的可能也受不了，所以黑的可能暂时不是很担心这个断，嗯，或者说你吃就吃吧，黑的就弃了。没错，我觉得黑棋走到外面可能也不错，这样。但是白棋显然不肯这么下，它是长的。它长外一下啃了，它长外一下也不是啃，它好像再不走，它再不走就不对了吧？它如果再不断，因为这锦旗二子头嘛，确实也很想长，是吧？嗯，很想往前长。但是往前长的话，他会不会走到外面去了？就直接把它罩住之类的？直接罩住，有没有先跳一下之类的？有可能先跳一下，先跳这个。嗯、对，不知道他们的计算是什么。那跳就从外面罩住的。嗯，那这计算不知道是什么？或者我粘上你会不会他想杀？已经要死了。所以我这拐什么先手吗？你这渡不过呀。嗯。如果这渡不回去的话，那我就粘上杀你呢。就是我先管你，那你就单先拐掉得了，先拐你一下、哦、省得你加我来不及。嗯，走一个吧，反正我走一个。那我有没有、嗯、我感觉白棋要死了，虎也虎不到，虎我双回来，这白的很危险，这好像很危险看起来。嗯，那这地方好像路不是很宽阔。嗯，是的，小米是他能杀你的时候他绝不手软。对，嗯，如果真的要杀的话，所以好像白棋不是很敢长。对对对，有点凶险感觉。对，这黑的好像要下杀手。嗯。所以深圳旭九段实际上是选择断。嗯。这算不算一种妥协呢？不知道啊。但我感觉黑的蛮舒服。我觉得他搬到头了，在这个局部，我觉得绝对是觉得黑棋肯定是很还不错的。那这个搬一下，我觉得对，这个搬一下非常愉快。很舒服这棋，搬完之后就去搬粘，抠这个木。搬粘确实感觉上也是很大。是的。直接夹住的话是怕什么？怕白棋搬粘吃太大是吗？白的是怎么吃啊？这其实是搬粘吃的是吧？那我如果夹住是走？我这个搬粘吃也够那个的啊！不是搬粘完我粘你是不是还得补啊？你这被我跳下去，我觉得好像杀不赢。双活、哦，他跳下去他就点了挡住，那可能是有个打击双活之类的啊、哦，可能白的也觉得不重要了是吧？就脱先，那这黑的是不是也还行？不知道啊。夹住行不行？夹住你是不是得走啊？你不走，
斑斑虎的话会不会有点软？斑虎反正我打嘛，对，先被打一下。你啃吗？但是不太啃，就是觉得不太啃。不知道，因为这个实战这个斑斩，他好像不太可能期待着白棋跟着硬吧？嗯，斑斩因为是个后手啊。嗯，单立会不会是先手？啊，这是个问题。我总感觉拐一下好像，你觉得不赚是吗？好像不太会便宜啊。哦，因为我单立，如果你要补，你怎么补？你补在这儿，只能缩回去了。那你缩回去，我这本人拐一下也亏了呀。啊、哦，我目数拐一下肯定亏了呀。你要不走？但是他肯多半不会缩回去呢。那你不缩回去，我觉得我好像这样将来动是怎么个走在哪儿才是对的？这那我干嘛挤你一个？说的是，那我肯定也是厉害。这个挡住我，实在觉得这里边看起来实在有点危险。挡住哪怕我就加你一个嘛。不，我敢不硬吗？我就觉得不硬可能是个双活。双活也挺大的，我双活完之后，主要这的目数黑的收的都很紧。他如果说跳下去是这样的棋，是这个意思。这有点顶不住吧，白棋这一斑斩加。哎，后手双活，那我这样是先手双活，哎，也是后手，啊，后手双活全部收紧，这个有点太舒服了吧？嗯，我觉得黑棋好像把黑的就这样两下放着不走，已经便宜多了。对，对不用下如果说这两下全能接紧、嗯，那已经很愉快了。这件事情不是，我是觉得如果我立是后手，嗯，你挡我跳加，我觉得这样个后手是不是比斑斩后手要好？像斑斩完我下一手走什么？没棋下呀。加进去捞点墨无所谓吧。那你单走这个的话，他会不会走到外面去呢？比如说这个，尖一个。那问题是我搬砖，你走外面我也拦不住啊。我拐一下便宜在什么地方？那就单立吧。我感觉啊，我感觉，但是他实战是选择搬砖。是。我觉得搬砖，拐一下，没看出。好像还是单立 好，没看出好的点、哦。确实，感觉要下是立单立好。嗯，那斑斩白棋也脱线了。嗯，斑斩是脱线、啊，这个不太可能期待白棋硬的。刚才这样白棋脱线是不是有点虚啊？这个好像我心里有点毛。对，就感觉这个脱线好像因为能算清嘛，你加我挖你丁我是可以爬的呀。是的，是的。所以刚才如果为了争先手直接立好像更好啊。嗯。这斑斩会不会稍微。那就脱先了，黑的也没什么东西、嗯、就双方。我觉得今天小生的棋下的好大局、嗯、我的感觉。啊。有点避开了对对对于婷的这个重锤的感觉啊，是的是的、嗯、好像这个太极打得不错。没错没错，你看他一直都打入，然后跳起来、嗯、这边，反正你要动手你就动手。因为这每一个战斗，我们好像看都是黑棋主动在挑起的。嗯、是的，说黑棋这个尖，白棋就选择一个最简明的就算了，把这个就弃了。对，然后这地方的战斗也是黑棋这个尖顶应该是发起战斗的一个下法。没错。白棋也是转身了，嗯，就是白棋取的是实地，黑的取后势、嗯、然后黑棋这个当时我们也说是一个非常看上去挺严厉的，嗯，一个下法，下完呢白棋好像也度过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局面嘛，嗯，哎，搞不清这局部定型成这样到底谁好，可能还比较焦灼，但是就这个格局上来说趋于平稳了。总体来说白棋的方针是就是局部这些战斗它要下的简明一些，嗯，然后着眼点是大局、嗯、啊，抢大场。因为从昨天两个人那盘棋来说、嗯，好像进入到后半盘的时候，嗯、小生的发挥明显要更好。没错，因为本来米玉琴前半盘好像摁着小生，已经有点非常困难、难以招架那种局面，好像有点收不住的。但是后来，到那个争议那个落子的那个时候。好，局面已经很难说了。没错，是那个意思。所以小生可能今天的战略也是觉得对自己后半盘有着绝对的自信啊。嗯，他就其实前面慢慢下，不着急啊。嗯。然后他的用时也是分配在前面的会比较少。对，就是还是先不要被
一个琴酒端的这个力量所轮倒了、可能是这样想的。是的，因为这个农心杯的用时呢、大家都知道是比较特殊的，每方一个小时，然后一次一分钟读秒，不能过啊，不能过、对，过了超时了。昨天也不知道是过没过。确实是这样，就是说这件事情到了读秒之后的发挥才是真正决定这盘棋的关键啊、应该说。对。但是从用时上来说，下到现在这个阶段好像双方用时真的不多。对。好像保留了大量的时间在中后盘。这盘棋是从一点开始下的、嗯、也就是说下到两点的时候这棋也就这样。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追上它的进度，但两点的时候到这样的话，一百手用了一个小时那已经够快的了。对对对、平均一手棋还不到一分钟。昨天的这个时候可能小生都读秒了。啊，他前面用的特别多。因为那个对杀确实你是他需要长考。一步走不好可能就崩了。啊，我真的很佩服他们后面那么复杂，其实就是他们在就有争议的这个地方、依然是很复杂的棋。很复杂。还是很复杂，然后两个人都要在一分钟之内做出选择和判断。对，所以、非常不容易。所以昨天棋确实是搞不清、因为在那个超时的那个时候胜负都是难解的。有一度是米玉婷已经 90% 多了、但是90多也就是个胜率，大家知道。对，毕竟棋盘还大，就选择还多的情况下，当时就是很难讲。当时棋盘还太大了。对。好，我们这个局面接着看，我们看看这棋，白棋拖，白棋拖，拖完力。我今天看他的棋就下的特别简单，发现了。但拖完力确实是这个棋型，因为可能下的也比较多了，就是这么下的。对，拖了力可能比飞一个要好一点。因为拖了力对黑棋的棋型的紧了一口气之后，黑的变薄了。这样这地方味道手段多一些。拖了力，这比较常见的。黑棋长、然后白棋跳。这局面还是很难说。我们看从胜率上来说、到现在依然是一个跟初始胜率差不多。下了半天，现在已经一百手了，就接近一百手，就是98手，然后发现就好像也差不多了，还是那个样子。差不多这期。今天这个期到目前来说很难说双方哪步棋下的不好。我是感觉是不是班詹可以值得商榷一下，其他的。当时这里我看是胜率显示是白棋走到这儿的时候还涨了些，白棋大概在67左右。哦，但是这边下完了之后，这胜率又很接近了。不，因为感觉上这个棋黑棋能把这个头搬过来，黑棋这一串先手，肯定是，我是觉得黑的应该是满意的。目前下到这里的时候，显示黑棋的胜率是46%，那基本上就没有差距，没有差距，就很接近，没有差距。对。但是问题在于，接下去这手棋。这个AI 推荐的招法是委实下不出来，我给大家摆摆，他推荐这个，这能想得到吗？这件事这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懂。如果说人家打这边是什么意思？打这边他觉得战斗有利。如果说不管接哪个，反正你要断了我是吧？那我猜应该是吧。没什么好商量的这件事，不然能干嘛呢？这个好像能理解，这个好像黑的可占。是的，如果说占底下，你也是要断的吧？嗯，也是这样，应该是要直接断吧？那也没什么好商量的这件事。这个好像能看懂，那个作战好像黑的不错。那么现在就是说，他打这边可能不太好。对，因为很难想到这种挖，是因为我们会觉得这挖一个是棋吧，就觉得便宜嘛，主要是。显示的推荐的图是这样的，接上，然后呢？然后他招，接下去的招，关键是他是一套组合拳，你得想得到，这组合拳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不会这么想，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对，但是主要是他想不到，摆出来也得好好的，对，还得琢磨半天，琢磨半天，因为。看半天其实我也没看懂这个组合拳跟这个袜粘它的联系，袜粘到一下就可以来了 是吧？是这两件事的联系在哪里？我现在就粘完走完飞不住了，是这意思吧？飞
是挖砖底下已经活了，活的也非常痛苦，因为你跳不到的，你只能虎着活。对，嗯，就这样走完我飞，你就活了。我觉得应该不是人能下得出来的图。反正是这招很难吧，很难，很难说这期会去往这挖吧，其实我感觉难点太高。啊，人推荐的招法都是就是看着白棋这个地方，他觉得白棋这个拆二，这个棋形的结构是有问题的。这个对，那这个当然有问题了。这个那不然可以长一个。他还有这招。啊，对，白棋本身的结构是有问题，但是你现在不能这么下吧？那黑的自己结构也有问题啊。就不知道他是怎么个状况，然后你贴一个他就断了。这一场我完全看不清这底线。AI 觉得这是活的。是。嗯。啊，那可能。但我不敢要这么下，我是不敢的，反正。我感觉米玉琴可能都不敢吧。这太需要勇气了，对。这个也很难想到。嗯，我也觉得是。就很难往那儿想，根本就。其实主要还是不太敢这样下，嗯，就感觉风险很大。对，主要是怕白棋反击。这能看得清这个棋就不怕的吗？这也不是人能下出来的图，好像。啊，我们看看实战吧，还是。嗯，对对，这才是人类下的。对啊。这个是。这个是人下出来的招。破库嘛。对，没错。就这种棋你不管你一放到棋盘上。咱们大家都能看懂，嗯，就是什么意思？咱们一个一目了然。对，这件事好还是不好不知道，他想干嘛、嗯、很明显。对，那刚才那些东西都是提心吊胆着下的。白棋小尖，果然小生是觉得那边是需要补棋的。对，但是就说那他也没棋下嘛，他这个局部要动手尖应该是本手啊。嗯，但也不能着急来封黑棋，封是封不住的。嗯，越封的话自己反而越危险，所以这个先稳扎稳打，本手吧。对，可以靠这个。对，黑棋还是要出头。嗯。嗯，就搬一下，嗯，搬一下，搬一下便宜了应该。这样倒是觉得那块棋黑棋虽然说原来看起来不太安全，但现在有了这两个子加强了很多。嗯，至少底下活起来应该容易。活基本上问题不大吧。那白棋上面也加强了，毫无疑问。局部如果白棋动手，黑的应该还是没活。对。但是他头不是在外面，头在外面不是很担心这件事。啊，这个子就现在这个棋，黑棋出头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就看怎么样能够处理的好一点吧。更好一点是吧？对，这个棋我觉得活是不用担心的。嗯，应该也就点完靠，除了点完靠，想不到别的。嗯，靠这个，应该也是第一感吧？这下法是的，嗯。这棋时空怎么样呀？先下到这样的时候，不好点。对啊，这东西，这个是怎么点目？我现在看棋，我就觉得点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数是对的。没定型吗？对，很多地方都没有定型，你都不知道这个目是怎么算。这边的定型，然后上面这一带怎么算空？这件事情。对。大概给黑棋点上时空大概嘛，大概这个时空，摆了大概45目的样子，白棋是吧？嗯，哎，黑棋点到这，黑的当然也45目，45肯定是有的。嗯。然后外面的潜力啊什么的还是很乱，这曲时控感觉黑的并不占优啊，我是觉得。还是很接近吧，我觉得。嗯。很紧的这曲、嗯。搞不清，很难说，时控应该也差距不大。
靠的时候，白棋是往这压，对，也是一种行棋的调子，没错。嗯，你如果要往前长，那我就贴一个呗，是这意思吧？是这样吗？还是要先搬一下？是怎么一个次序？肯定不是先贴，我觉得先搬。先搬怎么样？先搬好像看着不错，应该可以吧？如果说这样，这个图如何？觉得切出来？那你得去做火化，这。那得赶紧活了。对，这个不走好像。这样还是这个吧？这个是不是觉得好一点？这样白棋是不是就算了？那你顶我一下，我很难受。顶你挡住啊！你就挡是吧？好，挡住。我搬你。大吗？搬你打，我打一下，有意思吗？意思也是不是也不大呀？那你挡住我也没棋下呀，要不挡住算了。如果说简单点了，我们比如说这个地方，如果像这样，我感觉黑的有点，这黑的。那边好像有点薄啊，怎么感觉不太对呢？对，我觉得这边太薄了，看着。先出来打入，先冲。这好像白棋可以想的招法比较多了。嗯，先冲。我觉得这个图好像黑棋这边有点堪忧。这好像不行，这个有点太厚了。太厚了。嗯。好像黑的不能这么想。那这个长，但是总感觉有中计的嫌疑。嗯。既然人家压了这个，人家肯定是后面有一系列的想法的。反正感觉像是别人的调子，所以双方在这还是又契合了。就是这盘棋还是很多各走各的。但像这样的话，白棋毕竟很厚。白棋变厚。黑的做活。这挡是先手吗？挡应该是先，要不然这点子怎么活呀？我看不出来。冲能冲到，点的时候无所谓，就冲嘛。你断我也爬。哦，你可以顶啊。嗯，哦，我只能顶吧。我沾被你一顶，已经死。对啊，近死了。对对对，我只能顶。这样是打结活。是个几？这样打结活，打结活也不能打吧？这摆的不无忧解吗？对，这不行。所以基本上挡算先手。是的，是的。那点打结火，这也有点抵不住。打结火压力太大了。是的，没必要。那挡是先手，挡是先手，这样大概挡爬一个。这地方该白棋先下，这棋我感觉这串怎么样？他肯定是要动手的，毫无疑问。小尖啊，小尖，那下的挺温柔的，我觉得。小尖挺温柔的，我也觉得挺温柔的。狠一点，这种尖冲，我刚才觉得是不是挺严厉的感觉？尖冲，嗯。那就也搞不清这种地方尖冲黑的，比如说这种地方走一个。对，你这里面是怎么回事是吧？好像没看出什么事儿，这样我感觉更虚一点。这样好像是没事儿啊，有事吗？感觉没事儿。目前没看到有什么问题。那我感觉这个是不是挺温柔的？我也觉得挺温柔的，说真的。那感觉小生对局面的一种自信啊。嗯，是的。他应该是觉得。自己形势还不错，形势不错呀，或者说是后半盘比较有自信，他可以慢慢下，不着急。他觉得这期局面可能摆的不还可以。嗯嗯，总感觉这样摆的好像是挺舒服。嗯，这期接下来黑棋推荐下的招法，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完全想不到。他说这棋你下在那儿跟这边没有关系，我这个要求顶。然后要把你冲断，这儿说这棋你这三个子没连上啊，这还没，这是他的变化，还没挡到。嗯，而且冲断是个机会啊。对，冲断挺厉害的，是这样。还感觉上冲断是个机会。他摆的图是到这儿。嗯，就那，反正有搞头。嗯，
就接下来这一代，比如说脱胎一下之类的，是不是还可以？对，因为他这中间这先手比较多，对对对，这一代的联络白棋好像看起来也不是太好。嗯，没完全连上，这个挡好像也不见得挡得到了。嗯，如果挡不到的话，一会儿不是还有跳过？问题是你挡到，我有可能是冲了爬在这活，我冲了爬在这活，这有一个点。对，那点完一拖，完这块棋也被我卷进来了。是的。而且冲断支持啊，冲断很厉害，挺支持这个冲断这个这个图的。冲断很厉害，但依然很乱，当然毫无疑问。哦、对，所以白棋刚才也是不肯挡，挡的话黑棋活在这儿，白的不便宜。嗯，活在这儿这地方受不了。是。啊，哎，这米鱼挺九段，我感觉这是他应该擅长的东西啊。嗯，他没冲断。对。目前还没这么下，反正是。那他下的可温柔了，其实吧。双方都挺自信的啊。很温柔。黑的也不急，好像。黑棋走到这儿啊，这棋现在目前下到这里是113手。可能双方觉得这好像这盘棋还很漫长。很漫长，双方啊觉得都挺均衡的。这没错没错，今天好像还没有那种特别剑拔弩张的感觉。嗯。对啊，看起来还是要拼中后半盘，慢慢的、慢慢的磨呀。很紧，很紧这期，这期胜负不好说。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吧，给大家留点悬念啊。一会儿见。天元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第23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第11轮的重赛啊，由米玉婷对阵申正勋。嗯，刚才为大家讲解到这儿，就是黑棋刚刚在这儿，围了一个，围了一个，他想把下面的空给围上，看起来是。对，这个局势还是很焦灼的。嗯，但实控感觉上也差不太多。嗯，比较接近啊、哦，这胜率上也可以体现这一点、就是显示是双方差不多各半吧，黑棋接近50的样子。嗯。白棋冲一个。对，这白棋的先手便宜，黑棋是选择就粘上了。对，他就觉得长可能还得被压，不便宜，粘上更厚，你再走就后手了。所以这棋走干净就选择粘上。是的。然后白棋挡了。对，这个挡很大呀，非常重要。挡的话，黑棋就是得补嘛。对，我们刚才说这如果被点是打劫活。那黑棋得补活，补活的话呢就是冲完爬，这个补的效率最高，而且能对白棋产生这个影响，只有一个点了拖。嗯。点了拖还挺大的。这刚才是个打劫杀是吗？啊，不是吗？我不是说刚才摆的时候冲这个你可以接在这儿。哦哦，还往里冲啊。哦。没想过往里冲这件事儿，没想过，因为往里冲你要粘我就一路搬回去，但是那样你做眼啊、稍微有点难、那我如果是粘这边呢？粘这边我断，你要靠这个啊，靠这个就不是打劫。 对， 对啊、你要挤掉，所以你粘我就对对 对， 对、往里冲确实、对啊，只能粘。嗯，那还得补，还得补打劫活，这样白棋是什么？这个就超级稳健啊！对，这么稳呐、尖完一长，太自信了吧？哇，尖完一长真的很稳。讲道理，这个子被吃了还挺大的。我也觉得是。第一感，你要跑，你把这个子连回来啊！你好歹把它连上呀。这个子感觉很大。这尖的长是挺稳的。嗯。那黑棋没什么不满意的、这黑棋。目前显示哎，这个不用粘了。哦，它粘上了。目前显示胜率是 50%。哦、黑棋有 67.7%。下到这儿的时候黑棋还剩23分钟，白棋还剩30分钟。他们两个人下的真够快的。就是说下到这儿的时候是1:50几。下得太快了。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追上他们的进度，按理说到3点的时候他们有一方肯定是要进入读秒了。对对对。
这个是一个多小时前的进度。这是两个人下的子，跟昨天完全不一样啊。黑棋把这个压住，行，那我们就赶紧追上他们的进度吧，让大家看看他们现在下的怎么样了哈，究竟。压住，缓不缓啊？压住，这不压怕什么呀？他们两个人是不是都自我感觉特良好啊？就感觉是。我感觉，对啊，今天有点。这是怎么了？不着急了，今天想多下会儿。是。昨天可能才下一半儿。今天怎么着得站到最后。嗯。多下会儿。这个挡不缓吗？我感觉。这个。我好想把那个都点了呀，点了是不是觉得这会儿点会有风险吗？不知道，他是不太敢还是什么？哦，是这样的，好像点一个是不一定成立，拖一个的话他搬下去，那我就断一个呗。这怎么了？我不活，不活，这肯定不活。打这个。这个。那不也很大吗？这样。这白的不能这么下吧？这打完被粘断了。那还能怎么办？这三个子不要了，要不然就只能拖过就拖过了呀，退呀、啊，退一个，那就粘上，然后就顶了搬过去吗？顶搬还是反正就走一走，啊、黑的不中间是吧？他觉得他薄的东西太多了，他这个有断点没活，这块也没安定，这地方有一个飞出，但这么多他是先补这个，不补这个搬会不会好点？他觉得贴这个比较厚，黑的这棋好像现在是有点薄，下着，不过白棋这个，白的就这么温柔的走一走，都感觉黑的有点薄，好像。黑的确实得补，实战是觉得补在那个贴的位置，补上面。他补了这个，但是这个价值感觉好像不是很大。但这个确实厚。对，都连上了，毫无疑问。对。白棋虎珠，虎珠大呀，虎珠肯定是，对，这眼尖的目啊，眼尖的就大，黑的要把这个加掉不肯是吗？觉得卖变化，那卖点啥呢？以后准备怎么着呢？他为什么不加了打一下先手便宜再说呢？我不懂啊，就这个棋你可以就加是绝先嘛？对啊，打也是绝先呀。啊，加不，他不会觉得白棋粘完啊？不会吧？我应该不会吧？那你从那儿走，我先把这个吃了，我毫无疑问。他可以先粘一下嘛？粘一下。你挑那个，那我也把这个粘上，我也觉得好大。然后我待会还要穿刺的这儿。那我是觉得他如果能走到，他就走完再贴好了。因为这样的话，将来一旦白棋补的话，这个还是便宜不少啊。他这被人一手棋虎到这目数，差挺多的。他走掉，他觉得有点卖变化，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别的变化了呀，这现在还能怎么样是吧？对啊，我是觉得走掉得了，这样反正也不影响你这地方的先手嘛。白的是不是一看也没什么大的，说不定也打回来。那这样便宜好几目啊。对。哎，这被虎了，总感觉这两步棋交换实地是不是吃紧了呀？有这种感觉，确实没走到啊。白亏，我感觉有点白亏啊，为什么不走呢？他现在推荐的收法是这样的，我给大家摆一下。这个推荐的图是这儿，挤了单底了。啊，他是这么收的。都不点了。对，我们想着还点进去。但是这样可能兼顾到中间的厚薄问题。而且也对他有威胁啊，有道理。其实这个点没那么大，对，因为他挤完之后，你只能粘到这儿，这还被搬一下，对，是的。所以这个挤完搬一个，自己其实也长了大概三四目棋，这点了拖就不大了。但还是挤了单顶好，这个我们可以学习一下，我觉得。但这很难下出来。我觉得下不出来，是的。这个是决议推荐，很难度颇高。但我是觉得这。啊，这没加两下，好疼啊，是吧？好疼，有点痛，有点痛。
看他实战是怎么下的。他跌，对对，这是人类，这是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他冲了贴，他就瞄着的。对，他瞄的就是这个，加这个。嗯，小生收的好强，真的。嗯，他就保留一下嘛，保留变化。然后这样，那只能反虎，可有办法。对，这个好像只能这么下，这必然的。立在这儿，立在这儿好气啊！立在这儿，因为你挡我顶在这儿。没错，顶在这儿不光是目数，主要是对你这眼位产生了伤害。对。这黑棋得补一个呀，我这不先手吗？你不走，不走没活呀。我团这个先手嘛，哦，你不走一般死了。这白的这是先手，黑的得补，哪怕你虎完粘上你也得补。嗯，黑棋得补一个现在。嗯，冲了一下。不是冲一下，不是冲了一下，不是冲了一下是吧？他冲完给断了，他是冲断的。显然他觉得自己补回去他不能忍受这件事情。他冲断局部就已经死了呀，局部被人家一扳是吧？除非这个你不要了，除非你把这家挤掉卖了，这个不要了，你不要了，你冲断我杀那块，这能杀的啊？如果我两块都活了，这冲断能有什么收获呢？为什么早年没断呢？对呀、啊，对呀、啊，这个时候当然断好像不是，哎呦，不太对呀、啊。早年我们刚才说尖的时候冲断了，对啊，早年没断呢，但那个时候要先靠这一下。对，那个时候没，我觉得断明显更好。那个时候连挡都没有啊。嗯。现在是被人挡了，这地方加了力了，都走完了，然后他来冲断，他其实就是寻求定型，嗯，也不是说要吃白的，想通过定型把自己走后，我觉得，嗯，但是这下法会有点落空啊，嗯，很容易损目，我是觉得，看看白棋怎么应对的吧，这棋他是挖了一个，挖一个就是说你打吗？我就打了打，对对对。那黑的也会是，哎，什么？他连吃就不能吃了吗？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连吃都不能吃啊？他是打算这样吗？就这个，直接扳死了。哎，帮我断。那我先扳吗？为什么不是先搬的呢？哦，啊，这一搬炸了。对啊，那是冲断的时候，这个被挖死了，冲断，显然不对了。冲断什么呢？哦，白的这保留打吃哪个？嗯，我先搬。先搬是妙手。你要是断的话，我就急打在这儿就行了。对，你断这，我打这儿了。哦、你要粘上的话，我粘完打，你这是只能做活去。嗯，那白的把这吃，这块棋你飞我是你是杀不掉我的，这怎么杀？你飞我打了粘，这棋怎么可能死呢？这没法吃吧？这各种的。不，主要我这打完一靠，这不就还有眼的吗？嗯，这你封也封不住啊，这能杀他靠？不是不太可能吧？那这一挖怎么办呀？挡，过活去。啊。挤一个，挤一个，粘到这儿，粘住，活了，那就飞也不飞了，算了。我看不懂，我不知道在干什么。说真的，飞也不飞，飞是这样，是打了粘这个棋完全没有吃掉的可能性啊！这棋怎么可能吃得掉呢？人家再贴一个都是先手，你都往哪儿吃去？这个棋形主要自己太薄了。我再贴你一下啊。嗯，贴可能不便宜。那就粘回去吧。对，就这样吧。这棋形没法
没法弄这棋形，这棋形肯定是碎的。你不可能吃得掉人家的吗？你这里面自己都挺支离破碎的，这看起来。吃不，这件事情就不谈了吧。但问题是你不吃它实际上放活，那我们其实就很好理解呀。嗯，黑的在这等于说走了两手棋。嗯，对吧，黑棋走了两手棋，白棋一手走这儿一手走这儿嘛。嗯，白棋这两手棋完全都是走在木上的。嗯，你不管它多大多小它肯定是走在木上嘛。嗯，这两个寂寞如雪啊。嗯，这干嘛呢？把两块活棋给断开了，那损木啊。主要问题是损木，这样一来的话，黑棋没走到木，本来很接近的木书，这样一来的话，我觉得黑棋就不妙了。这木书，这活的也在笑，这被白棋搬一个先手，黑的就四木棋。嗯，白的现在这两块棋加起来十多木啊，本来哪有那么多啊？嗯，黑棋挡一个，绿下来。单长，这啊，我觉得后面的官子要收对好难啊，这件事真的是。就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图说黑棋应该挤完了顶这个，那一般人根本就下不出来，下不出来是吧？但是从实战的结果来看，点了拖确实是亏了。嗯，但我觉得是问题出在这冲断啊，这冲断。就早先他尖这个的时候，他不应该围这个空，应该点一个把它冲断。当时冲断可能会对会比较严厉，对，可能时机更好一些。嗯，这个好像被白棋挡住了，再加一力，确实黑棋很难办。当时，嗯，那不冲断他怎么办呢？他就补活去。补活也比这。这样强是吧？对啊，不，他当时捕活着不都活着的吗？对，他现在这个死了，这被这肯定有木的呀。嗯，等于说冲断跟人家走了两个官子做交换嘛。嗯，那好处是多俩子厚一点，但是确实看不见木啊。嗯，确实看不见木数。白棋先上靠。这是不是一种优势的宣言？嗯，好稳，这一定要吃吗？也有价值，吃掉是吧？这本身也不影响，本来就活的嘛。啊啊，是的，本来这棋它是这立死了，不是度过，这棋是立。对对对对对，立一个不能打勺，那个完了打勺了。第一个就被吃了。嗯，啊，以为这地方能连什么度过我连，对不对？这他可以单立，只是个逆收官子，打吃拐回去了。那可能外面还有更大的官子。是，他这立死了。不能打勺，不能打勺，得吃回去补活。现在，嗯，申真旭还下得很扎实。嗯，小飞，飞现在是中府。最后的一个没有定型的地带了。嗯，是的，时空好像黑的不能够啊，这棋我们还能为小米想什么办法呢？嗯，不容易啊，这件事情，因为这一带好像明显是亏损了。嗯，那现在应该就是一个贴不出木的一个状况。其实差的也不多，就是说，哎，现在这是对局者走了，对局者已经走了是吧？嗯，现在实时画面，对局者两位对局者离席了。嗯，我们看吧。我们看看棋吧，还是现在黑棋飞了这个，黑棋飞这个呢，白棋是怎么收的？看看。白棋打吃。啊，吃这个。嗯。黑棋小尖。
少坚的时候呢，白棋是单袜的棋，哎，他收的真好。哇耶，好好棋啊！挖一个，这有点，挖一个不能硬了。对啊，这怎么办？如果你吃这个，毫无疑问，人家冲下去了。吃哪个都被冲下去了。然后这一段打就打下去了，这边全死了，那还怎么看啊？不，这烂了，这别说挖的时候只能吃这个，只能往回脸。吃这个被人一顿抽，这个目数就已经没法看了，确实。然后被人家先手提一下，然后再粘了，在这冲的。不是啊，这冲完之后再断你一下，这怎么办、啊？这我断了，这不行了，这扛不住了。不直接断呢？你是怎么搞？那我只有奋勇的把你吃了，这反正我接上也不行了，这棋我要只有跟你拼命了。这拼的是什么命啊？你打赢了我两块活的，你要拼命打赢提到这儿，不影响。那肯定是不能粘，毫无疑问。这个劫怎么打呀？不无忧劫吗？我这不哎，这边都有劫财是吧？半环扑三枚好劫。这怎么打呀？看起来今天小生的这个，那这是不是已经完了呀？这挖，这挖一个好，确实无法抵挡了。这怎么办呢？这个，所以这种时候，本来黑棋可能是想，他可能也只能想打一将，或者是他也只能粘吧。这棋讲道理，这粘不是这被断死了。断我打了，粘呢？哦，还能跑、跑倒是能跑的，但是跑完了也是丢盔弃甲的，就是这个跑是不是弃了算了？我觉得也是，跑的也是受不了的。这个图确实没想到这地方就跑出来是能跑的，但是好像跑的还不如不跑的感觉。这中间也有点花，看起来外面已经。这木薯将来，但这个还没有，这个刺还没有。对，将来这木薯也很松，冲完段只能粘上，这地方被抠两目。哎呀，这不有点惨，有点感觉有点节节败退、我发现就是一般这个力量特别大的人，就像小米这样的类型，中后盘，对，就到官子那种。特别精细的时候，好像他弱一点，感觉不太。这明显申真旭好像这方面他比较强，好一些。是的，是的。他这个尖，被人家一挖怎么办呢？这一挖，我也不知道下到这儿的时候读没读秒，是不是这手？这个说第166手说这个时候这样，到这手的时候。说小米他进入读秒了，但这个时候跟时间已经没什么关系了，这棋已经顶不住了。这好像没错。问题是申真旭还没读秒呀？啊，不会吧？他肯定已经读秒了，都三点半多了，都三点多了。当时没有，这个时候白棋还剩两分钟。这样的，那他们可能时间比较接近啊。我们时间比较接近，还有芈昱婷先读秒的啊、是这样。这已经挡不住了，这跟时间没多大关系了。这件事情，昨天读秒的时候，因为棋盘还很大，变数很多，包括后来我们出争议的那个画面的话，棋还很复杂。对，这个棋没有复杂的点了，好像。薄好像也只剩黑棋薄了，对，这地方有断，这地方感觉将来还要顾着点。白的，不主要这地方不是已经崩了吗？这怎么弄的？这是他即使就是下的最简单，我们都不说这打劫的事儿，不说这件事情，他即使就这么冲两下，这个一断就已经很，他的目数都已经很惨了，就不说别的。就先断一下，就算他接回去，我就算他最臭的，我接回去，我把这个断完了，打完了，就把先手接回去，这目已经被抠掉好多了，就不是抠掉一点的问题了。
接回去，我都已经很怂的下巴，接回去确实没被考虑过接回去，接回去要不就脱先算了，他骑我沾上了。他都不说他断的事儿，他是更简单，他这还是先把这沾上。嗯，真不搞了，是吧？这已经确实是觉得白棋肯定已经赚很多了吗？他就接回去，省得被你先手接上，这先手把这个粘上。对，讲道理，黑棋现在应该粘这个吧？对啊，粘这个你断完长，我跳里边是有眼杀瞎，一目不用补啊。是的，从目数上来说，粘这个肯定是最大的呀。嗯，但他不够了，可能也没心情了，往这粘，往这粘，因为跟刚才比，已经亏了。嗯，这也已经亏了。那肯定是亏哦，这断了长完爬完搬粘是先手，那一个扑了扑一路赖皮劫，哦，你不先冲那一下，我不冲那一下，我扑了扑扑了打，那也顶不住，这断完走完再被人搬粘一把，目数太松了，是吧？这期这个目完全扛不住了，还有这招是吧？我不知道大家看清楚了刚才丁老师说的什么，大家有没有听明白，说我搬粘是先手，他搬粘是先手，意思是这下他可以先不冲，这下气不能先撞，你扑他可以这样再单扑这个，这还挺巧妙的，看着姐也没多赖缓一气，这顶不住了，这个这搬粘先手再补一个，那搬粘又被搓了两目。嗯，啊，扛不住，干脆不粘了。但问题是你不粘，你不粘，你往这儿提，人家拿这个当劫财。嗯，他吐了，吓得有点郁闷了，这棋。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的棋风啊，可能跟他就是擅长哪一部分是有关系的，因为他觉得他不擅长后半盘这些细节，所以他就跟你贴身肉搏，也之前有机会能锤死你就锤死你那种。那我觉得说世界冠军跟中国都顶尖棋手，也只能说相对吧，其实就是也是很强，只能说相对来说是不是这方面跟申真旭比，确实从棋的质量上来说，申真旭好像犯错误或者说疑问手会少一些，而且他后半盘好强啊，我觉得真的是白的这盘棋也没什么问题啊。对啊，下到这儿有什么问题呢？我觉得申真旭下的确实是很全面很强，六边形战士。当然如果说没有弱点，这棋比如说没那么接近，或者说官子稍微简单一点，我想小米可能会就是不至于一下子就不行，但是我们看到就是确实不太容易收对，这棋不太好收，这样的棋形我是觉得之前这地方走的是调子有点冲断，好像不是棋调子不太好，当时他一分钟的读秒估计他也看不清，没读秒的哦，他还没读秒，才读秒，还没读秒，才读秒还没读秒，好吧，嗯，那就这种风格嘛。嗯，这个是冲完了白的提回来，黑的也去找劫材挡住，挡了一下，白棋小尖，啊，这个不能不要，太大了，嗯，然后黑棋提一个，白棋断，白的劫找的比黑棋爽多了，主要他这个都是现成的劫材，然后一点都不损的，还带着要挟你的那种，主要是还麻你，你这个。不，倒也没什么麻的，走这儿的话可能认输算了，吃了只能吃，目数是一目都不能退让了。嗯，不想想也挺可惜的，之前的 LG 决赛就是杨鼎新第一盘跟申真旭的时候对也是很好的棋，这就是好像老赢不下来，怎么回事儿？我觉得那个就那个胜那个输的太可惜了，那个当时胜率90多，99了都。
但是这棋就是这样，就是我看当时就是白棋点进去的时候、嗯、我不知道丁老师看了没有。就那盘棋我在天元咱们频道做、哦哦、讲的做直播呢、哦、对, 对，当时很震惊，很震惊，当时已经感觉对，已经到手了是吧？到手的鸭子飞了，非常高兴，就差做一下，摆一摆，做一下总结，摆了两步不对了。主要那个他当时不是一步棋，杨鼎新那个是连环的一个错误。是的，是的。但是他当时如果说连续看错三个地方，可能如果说当时要判断清楚，觉得就是不要也行，就是说给他转换也行，但是这个。读秒那么时间一催，他是不是来得及做判断？这是个问题。就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时间紧张。不，其实那个局面，就职业棋手点目其实挺快的，啊、但他判断肯定是来得及、啊，但是他很明显能知道自己亏了，不肯。对，他就是亏了不肯。他觉得亏了不肯是吧？对他不肯，他明显是亏了，而且当时的优势其实因为本来比较大，优势挺大的，肯定是够，他自己也知道。嗯。但职业棋手就是因为我们总说想把棋下到最好嘛，对对对，你突然就好承认我做错了，那不行，他就在那个一分钟之内啊、嗯、他咽不下这口气，他过不去这件事情。对，有时候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比赛下慢棋，当时我如果还有半个小时，这口气我就咽下了。对对对，我肯定咽下，我想清楚，我冷静，我肯定咽下，我冷静，该冷静冷静。一分钟的时候，有时候哪怕你知道降下风险更大，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忍、嗯咽不下去这口气，这确实也是要磨砺的心态吧。对，是的。那就感觉跟深圳旭下，好像深圳旭总是能等到我们棋手犯一些错误。没错，之前我记得他跟去年跟唐伟新下的棋也是这样。嗯，唐伟新也是有很明显的机会，可以取得很明显的优势，但是就是被机会就这样白白的跑掉了。对，当然这个也不能说去强求、嗯、都会有犯错误的时候、嗯、只能说相对来说，因为我们从这么多年的比赛当中来看，好像深圳旭的犯错的概率要小。没错，是的。对，所以就是确实还得加油。而且你一旦犯错他就跑不掉了这件事情。这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你不能总在中后盘犯错，你布局对吧、嗯、咱们棋盘还大。追对吧？像昨天那盘棋，那肯定是前半盘米玉婷下的更好，对，一度就非常大的希望，可能好像直接就 KO 了那种感觉。啊！但是由于棋盘还大，对吧？慢慢的，深圳旭又追回来，导致局面很难解。嗯。但是像这盘棋，这些这个倒不是说多大的明显的扼手、嗯，但是就结果上来看，确实损目啊。都在有些效率的问题，这样因为棋盘还不大了，已经到中后盘了、嗯、这样走两招确实是就很难追。就对于木来说，我觉得这个小米可能就不像对于这个攻杀这方面这么敏感，至少是、啊、对对、哦，这个是它的特点。很明显是对棋形的，对对，感觉敏锐啊，这更加会敏锐一些。但是木数这方面。确实相对来说吧，就是嗯，是的，就是我觉得是杨鼎新在对于木数的感觉方面会更敏锐、嗯、但那盘棋那盘就是输在这儿了。那盘其实对棋形不敏锐、对棋形的弱点、就是、对，要该补棋有断点的没看见被人点了、对、啊、然后后面那个杀棋又没紧住气，对，就是那个我要换，我觉得换米玉婷可能就对对，这件事情就很难两全，难以两全这件事哈。每个人都有自己更擅长的风格，嗯，没错，是这样子，嗯，那你要找一个非常全面的人是很难的这件事。深圳旭，嗯，之前看那个，嗯。但日本媒体什么给做打乒乓球的马龙什么的、嗯、叫六边形战士，嗯，是没有任何弱点，是我觉得他打球好稳，就我有一种很稳的感觉，就人家什么正手反手、啊、那种，就是什么都是顶尖，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下棋就是这样，你什么时候能做到前半盘中后布局中盘观子，嗯，都是拉满的，能力值拉满，
好，太难了，这件事太难了，有点 AI 化了好像。对，这完全做不到，真的是做不到。做到好像就是 AI 了。嗯，就是我完全做不到，总会有就打勺的时候，我就棋就勺特别多。对，但这也是咱们下棋的魅力，就是咱们看棋也是。确实做不到机器那样啊，那么精准。嗯，但是申真旭为什么现在强？深工智能。对，他就总是。那你深工智能反过来说，就是说人家的准确率高啊。对，没错。那没啥好说的呀，人家 AI 吻合度高，人家的准确率就是高。嗯。我们接着看吧，现在黑棋搬了一个。搬找劫。猴一个。猴的。三分之一目。对，该细腻还是要细腻的，这就是对目数的敏锐度可能帮助。这个比吃一个便宜了三分之一，但是这个差两个劫财，这个是便宜三分之二。对不起，我不敏锐了，三分之二，三分之二，三分之二是吧？对，便宜三分之二，就是说被人家打了之后，这个里面还有还剩三分之一，还剩三分之一，这样我是一，所以我便宜三分之二。但是这里面黑棋会多了两个劫财，哎，不止一二三三个劫财，现在这样是一个劫财多两个劫财，没错。嗯，但你应该不会立着找劫吧？毕竟有点损。哦，就是这无所谓的，白的你给我打这个劫，你还找损劫，对，那可能算了。但他觉得目数重要吗？这个劫，对吧？不行就算了。白的应该觉得够了，黑棋提了一个，他这压力太小，他这靠这个都是劫财，那怎么打？那这怎么打呀？那黑棋只有提掉。不，这都属于随便下下都是劫的话，那快瞻前收后了。那提掉他是不是就把这个扳死啊？打算？那肯定吗？是这个意思吧？那不然呢？那结果？那不然他靠一个干什么是吧？对，肯定是他觉得这样就断，看有没有点机会啊、哦？这地方，这有啥？就定个型吧，也就是白的就，什么东西？这地方又要展开一场莫名的战斗吗？这是什么意思？这能连出来吗？连出来、哦、对，等他打勺。等他打勺，这样你不打勺的话，你这样我打这样这充斥，这捡着了，他就是 连出来了呀。也没，那就把这个接上呗。其实也不是这个问题，这是什么东西？他还能把这个藏出来啊？这不是我完全没有往这边走的想法。这藏出来，你觉得很严厉是吗？他要死了，没看出来怎么活呀？问题是跳家的话，你就先刺这个，再把它刺断，是这个意思吧？然后就是打劫火，那只能粘啊，也没别的招啊。然后就剩打劫了，或者我刺完，我先刚才先打你一下之类的，算了，也没进杀的图，那也没有别的招了，只能这样了。不是，或者我不知道白棋下法其实比较多，感觉怎么一个次序，这样是打劫活。刚才在我走之前，我能不能先打你一下？打你要是不要了，那我就提一下，感觉这幕也可以啊。这边如果说是这样，这样打劫不是有变数吗？如果说这样的话，就是刚才放黑棋活嘛。对，因为打劫的话，我感觉黑棋可占啊，这地方劫财黑棋很多，这不差这损这点了，这全是劫，局部大概有六七个劫，这打了力，跟他打呀，这打呀，对啊，这可打呀，怎么不打了？哎，黑的怎么没加？黑的为什么不加？黑的不加。是什么意思？像呀，不加怎么像呀？接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他如果说加的话，他白棋是不是打算？但是没别的招，我就直接就这样吧。这走掉肯定没有毛病嘛，这肯定是走掉的嘛。要么就是冲，要么就是他怕加这个，加这个。白棋制裁黑棋的方法肯定是有的。单加一个。要炸。
哦，所以看起来好像横竖都不太行，我就觉得。嗯，白棋制裁黑棋方法是有的，但是不行。加一个好像不行，嗯，站不动，这一打好像扛不住。对，那边全要死，看起来。主要你扛住半天，我就走一走，不是我最后还是不行，我就回来不就完了？对呀、啊，白的也没损失，白的就是最多就是你把这个拔了嘛，也没什么。就没什么，拔一个，主要你这个三个子你也吃不掉，我再让你下你都吃不掉。这个虎一个我接回来，啊，太郁闷了。就是拔，就是干巴巴的拔了，嗯，跟这都没关系，人家这个子都不用补，它就是活的，嗯，因为你不可能再跟我打劫，没意义。哎呀，但是。怎么办呢？这家可能这样，可能白的下好黑的肯定是不行。但问题这个会不会，这白的更没压力了？这不是随便下吗？小尖尖回来，小尖尖回来，你这还没虎到，那就打也就是不挖死了，把四个子吃了，白的得补这个。这边得接一个吧，嗯、不走不行啊，打的这个。他意思是你冲这个的话来不及了啊！我提，反正底下都是连着的。这个不要了，这活的。哎，我小尖就尖死了吧？这个，这个有点太简单了。别总死了。嗯。主要无论如何都不像能跑的样子。这肯定。这肯定死了，走什么都行，打吃也行，加都行，三都加也行，好多种吃法。嗯，那这实战好像跟我们摆的变化图差不多，黑棋就是这儿先虎了一下，虎了一下跟他交换掉，然后把这个吃了。冲了一个，嗯，就是冲了一个，冲嘛，提了，对，提这个，然后白棋小尖这个，白棋小尖这个，啊，冲这个，因为他搬这个的话，白棋是直接冲这个是吧？对你挤的时候，我挤的就行，对，就是特别简单，他不要先挤掉，对对，等你挤我挤，对你什么时候挤在这儿，我就挤这个，刚刚好。嗯，就差这一点点。对，就是他可以不先挤。嗯。那这冲有什么用啊？冲也没用啊，冲我就长一个你都不行，那你这儿不能不要了吧？这搬怎么了？他就是搬的呀，就这样挖是吧？挖一个，然后他打吃，打吃。如果说他接住，那我就接住，那就接住呗。然后他不能打，那我就开开心心把那边吃了就行了。这。这死的太干净了吧？太干净了。嗯，不可能有任何活路。如果提的话，团一个吗？团一个。杀气，哎，怎么杀呀？跟哪儿杀呀？顶啊，顶了，冲不到。冲他，说对，冲他怎么？冲不到。哇、哦，这一下。你只能是单挡。单挡我活了呀。接上。然后冲我就跳回去不就完了？我先冲掉，省得冲一个门，省得你看不清。我先把它摆得很清楚的形状。冲一个冲不到，太快了，真是确实也没办法。拐也拐过了，怎么都过了，反正。嗯、不，这总不行。这不行。这是总不行啊。对。哦，实战就是这么下的。就跟我们摆的一模一样，对，但是他这个是猴在这儿的，人家吃的更清楚一点。之前就是一样的。哦，就一模一样，就是打吃，然后接上，这样这样。猴在这儿，因为没必要灭你这只眼。你要是团，我就先打你一下；你要挤，我就打这个就行。打都不用打，我挤这个先手。哦，那后手死了。那这眼实在是，嗯，根本就不可能做得出来。后手一只眼嘛。嗯。啊，下到这儿就认输了。嗯嗯，确实是不能再下了。对，确实，这棋，这不关键时候有时候还下的有点太快了。对，是的。
这就是黑棋的几个问题呢，就是首先这个围控不太好，就应该把它冲断。当时这是个战机啊，对对对。但是当时围控形势应该也不差，很焦灼的。是，但就是还是在定型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环节上，明显是申真旭做得更好。没错。然后呢，就是这个压一个缓了。是缓了吗？对，缓了。但是我们摆的图是应该黑棋挤了，然后顶一个，那个是最好的收放。就是感觉，反正贴一个。是的。当时是谜语挺久段还沉浸在优势的。他觉得形势不错，不知道，因为贴一个感觉是稳，有点稳，有点求稳的感觉。对，还有就是这个点进去，点了拖过，好像是一个问题手。就是这个好像又有点拼，但前面呢又有点保守，就感觉好像有点犹豫。在这摇摆的感觉，因为战机其实在白这没子这都没挡的时候冲断，这个是眼尖的一个战机。对对，他这个挡了一下之后，如果你要发起战斗的话，当时这个冲断应该是更好的时机。对对对，等着走完一手棋之后再来这个点了拖，从最后白主要他是不是也没有注意白棋这个定型这么难受，定他可以加完了顶了立下去，他是不是没有注意定型定着自己太难受了，因为你要做这只眼你必须卖这个，卖这个这就不舒服了。还有之前这搬砖应该单立一个，单立的单立一个，好像我觉得白棋还挺麻的。或者说后来就是被虎的时候，黑棋这个加两下，我觉得目数肯定都会好一些。对对对，是的，就感觉很多的细节没有做到最好。没错，是的，是感觉比喻婷在细节上确实要是，比起他的力量而言，肯定是要弱一点，毫无疑问，他是以力量见长的。对。今天他的力量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应该说。对，当然就是顶尖棋手嘛，可能就是。当然都很强了，应该，但是可能力量方面属于 S 加的那种等级，可能收束这种可能只能是 S。这可能也只有 S。对，如果说这棋盘面优势很明显，那我觉得小米他可能也能收得赢，也不是很复杂的局面的话。我这很考验功力。对对，这个后半盘这种非常需要功力。这个局面确实是。因为差距很小很细，可能有可能半目胜负啊之类的，那个目数当时嘎得很紧，厚薄又没完全确定，不确定因素确实很多。对，是的。但明显是申真旭收的好啊，那不得不说人家确实。人家确实下得好，这点咱们得承认。这盘棋的话确实是得承认申真旭确实下得好。对，昨天可能大家会觉得啊可惜啊。可惜啊，对，有点可惜。有点可惜，好像本来好像把他已经逮住了，是吧？对，结果又跑掉了。因为长时间来看，一直是处在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状态，优势嘛。当然出事儿的时候，那个局面已经有点不好说了。对对对，但是我们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这期很可惜啊，因为一直都好，一直都好，就感觉逮住了。那今天这盘棋好像确实也没什么可。就是人家下的好，没错啊。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明天的应该是由日本棋手上擂攻擂，日本棋手还剩下两位选手，两位一个是于正棋，另外一个就是伊利辽。伊利辽是最近势头比较猛，在棋圣大棋圣决赛棋番棋当中是赢了他们是五番是吧？现在反正他刚赢了那个景山裕太，所以为什么景山裕太第一盘不在状态，跟这个输了也有关系。但伊利辽是刚刚赢了应该说我们可以对他们这个狙击小时应该要抱有希望。那么最后呢，我们就还剩下柯洁，中国队还剩下柯洁这个大将。对，所以还是要相信柯洁嘛。对，就明天肯定是日本棋手上擂，至于是伊利辽还是于正棋，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估计是于正棋多半于正棋大一点，多半于正棋。那么这样一来，后天毫无疑问肯定是轮到柯洁上场。那么柯洁上场是对阵
于正奇还是对阵申真虚还是伊利疗，我们现在不知道啊，不知道，我们希望他对阵于正奇。那不管对谁，柯洁肯定都要做好准备啊。对，没错，这两天好好备战。没错，没错啊。那么韩国选手就剩下申真虚，这个是一座大山啊。虽然说不是难以逾越的大山，今天其实也有机会，也不是说他一下就很厉害很厉害，但确实我们看到他后半盘的实力还是很强大的，而且。我觉得中国棋手包就是柯洁可能还得做得更细节一些。对对对，他们得好好做点准备啊，好好做点功课。而且我觉得这个跟前面好像关系也不是太大，主要还是看中后半盘这个棋，因为前面你做再多的准备啊，到后面一个勺子可能就出去了。对，因为最近确实大家确实包括杨鼎新那个确实跟申真虚下的几盘棋来说。对。就中后盘一定要咬住，对，是的，这个非常关键啊。前半盘我觉得我们都没有问题，对对。我觉得现在的顶尖棋手啊，我们今天看于婷的棋，包括之前杨鼎新，包括柯洁的棋，前半盘大家现在 AI 的熟练度都很高啊，不太会说一上来就吃大亏落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中后盘一定要咬得住啊，大家还是对柯洁寄予厚望吧。我们。还有点时间，我正好跟大家说说这个，就这次的农心杯呢，其实日本棋手发挥的挺不错的，就是说之前因为有井山裕太的四连胜在那儿啊，虽然说这个阶段可能他第一盘有点不在状态，输掉了。但日本棋手在农心杯上四连胜，好久没有了，出现了这件事情，所以今年应该是发挥最好的一届了。是的，是的，井山裕太呢，分别赢的都是。中国的范廷钰他是赢了朴廷桓，然后第二天输给了井山裕太，然后井山裕太第二盘赢的是韩国的卞相义，第三盘赢的是中国的李清成，然后又赢了韩国的申敏俊，然后输给了闵昱婷，是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日本棋手呢，这次应该说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后面再发挥的，至少在小申那儿发挥的好一点。但我们还是要做好自己。对，还是希望柯洁能够发挥出色吧。对对。好，那今天这盘棋呢，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好，谢谢大家收看，再见。再见。